为了抢用崩缝机，那么车工居然发生激烈的争吵和冲突，你敢信？究竟为何？一探究竟。这家工厂在广州是颇具规模的，也是中国跨境电商巨头西英的 A 级供应商，对于品质要求自然是十分严苛的。恰逢做后料卫衣，原先使用的泵缝品牌达不到客户所要的效果，那么工厂在经过一番权衡，经过朋友介绍之后，提出试用富山，同步也试用了品牌。在试用过程中，品牌不是太理想，问题不断，一周后被直接退回。而富山泵缝在速度、车工的操作轻松度以及过后方面展现出了优势，也提升了客户的生产效率，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和直接买断。那么由于计件薪资的原因，工人对好用的缝纫机比较在意，都想抢着用，从而发生了争吵、冲突、不愉快。那么我认为这是对工厂而言是幸福的烦恼。那么工厂负责人随即增添了富山泵缝设备，平息了这场冲突。有鉴于此，工厂在湖南永州的新的生产基地已经与富山达成了合作协议。好产品自己会说话，能征服人心的永远都不是价格，而是品质和价值。价值可以国际品牌相媲美，还有金券相送。富山高速泵缝初冬活动评论区了解详情。